好了，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讲，如果以有一个东西它已经达到静电平衡，然后它是导体，请注意关键字哈，它是导体静电平衡，然后它带有一些静电荷。好，现在反过来要告诉你，来，第一个内部不会有电荷，电荷只会分布在表面，然后表面的话，如果这是不均匀的，来也不会均匀的分布，尖端的地方会比较密。好，然后里面不会有电场。好，那当然就没有电力线，电力线或者电场一定是从表面垂直发出，一定是垂直，然后这边靠尖端的地方就会比较那个密。好，来，同学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来，刚刚我说这里面好像还有个地方有问题，来，哪个地方有问题？ Hello， 嗯，来，我的笔咧，你们觉得来这边我有什么地方没有解释到？来，我说尖端的地方电荷密，电力电荷密，所以电力线密，电力线密，所以电场强，电场强，于是造成的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尖端放电这件事情。来，老师有没有哪个地方没有解释到？还是你听了来就是理所当然，老师讲的通都对了，所以都 OK 了。我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嗯。我一开始根本完全没有跟你讲，来，请问一下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没有，对不对？好，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我只能先跟你讲，来，我们现在来，如果你已经知道结果，来这边密，那这边密，电力线就密，这个应该 OK 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密，当然电场就强，那就会造成刚刚最后解释的尖端放电。好，至于为什么尖端的地方电荷会比较密，要这个东西牵涉到比较麻烦，它其实是因为它最这个我们要到最后讲，那我可以先跟你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必须要处处等电位，电位虽然你们还没有什么概念，但应该要知道，像我们讲过，来这边如果没有等电位，你知道吗？来，如果两个地方没有等电位，有电位差会怎样？他说来，只要有电位差，电位就会什么？是不是就会流动？对。好，所以现在因为它已经静电平衡不会流动，所以它一定要等电位。那为什么等电位又是尖端的地方密，还是没有解释了 ？Hello， 是不是？所以这边我们必须要讲完电位，也就是这张最后的地方才有办法回头看。所以来，对不起，来这个地方我们继续给它留着问号。好，再来还有要还没有补充完毕哦。好，我们刚刚讲的是一般的导体，好，来尖端的还有钝端的。好，再来我们要来看，好，来第五点。来，带电的导体。来，导体球。好，我先问同学一件事情，好，来这边这是一个带电的导体球在这里。来，根据刚刚的讨论，来，对不起，电荷只分布在哪边？喂 ，Hello， 来，有没有声音？来，电荷只能分布哪边？是表面，对不对？好，来，电荷只能分布在表面。来，那请问一下，来这边有没有均匀分布了？嘿，有没有均匀分布？有，因为现在这边大家曲率是不是都一样？好，来，没有什么尖端，没有什么钝端，来加油，动作快一点哈！来，大家就全这边都是均匀分布，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要先来问大家一下：如果这是一个实心的导体球，好，来跟，好，来，你要画不画都没有关系哦，来这里可以不要画，好，来，对不起，如果这里面这是空心的，也就是这是一个球壳。那假设这边带正 Q， 这个也带正 Q， 来，你们告诉我结果一不一样？来，这边右边这边只是一个空心的球壳，请问一下，来他们的电荷分布来一不一样？是一模一样，因为既然空心球壳，来电荷会不会在里面？不行，那电荷一样分布，均匀分布到外面来，最后来它的电荷分布 ，Hello， 来它最后电荷分布是不是也是这样？好，既然这样，来注意哦，我们在看电荷分布的时候，根本不看它的什么形状啊，什么东西。好，我一看就是说，这两个的电荷分布一模一样，所以啊，你们应该知道吗？来，他们电场也会怎样？他们的电力线啊，电场也会通通怎样？
一样。注意，所以刚刚这边我要跟你讲的是带电导体球，其实包含球壳，这个答案是一样的。好，来，是一样的。好，来，球壳我就不画了，你要画在旁边也可以，没有关系。好，所以这边不管你今天是实心的、空心的，答案都一样。好，我们模仿刚刚第一个啊，来，来这边，来内部，来内部没有电荷，对不对？好，再来内部也没有电场。好，第三个，正 Q 只分布在。好，来第四个，请问电力线，来刚刚讲了，电力线从表面发出去，对不对？对不起，因为老师都是画正电荷，所以都是从表面发出去。来，如果是负电荷也 OK 哦，负电荷是不是就是只是植入而已？方向变一下就好了。好，来，请问一下，刚刚有讲，还记得吗？电力线一定要跟表面怎样？垂直。所以来这边一定跟表面垂直，那这边是均匀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画一下，好，再来的关键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只知道这样子而已。我们之所以要讲球的话，我们还要量化，我还要想要知道，来这些电场，来这些绿色的从表面垂啊，这个画一下垂直哈，来直呢，好，电力线写一下好了哈，来电力线。电力线由表面垂直发出，好，但是我们现在不够，我还要把它量化。好，这个量化的地方用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概念来跟大家讲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哈。来，它是这样子，你想一想，来假设这边老师刚画几条，对不起，1、2、3、4、5、6、7、8、9、10、11、12，我是画12条。Hello， 是不是？那这个十二条来，基本上它是就是辐射向外，就这样，是不是？是的。所以，请问一下，这些哈辐射向外这些绿色的，跟如果我今天来，对不起，怎么会拉不上来？好，来，怎么拉不上去？好，来，我在这边，如果有一个电荷正 Q， 来跟刚刚那边一模一样，但它是点电荷。来，大家讲一讲，我们刚刚跟你讲，来这点电荷，哎，刚刚既然这边发出去十二条，那这边是正 Q， 这边是正 Q， 所以来，请问一下，这个正 Q 来，它发出去的来，也应该来 ，Hello， 来是应该几条？我希望我可以画正确，哎，我有没有办法画出来？好，来大概画出，我画少画几条了，有没有少画几条？好像有。哎，让我们数掉，1、2、3、4、5、6、7、8、9、10、11、12，是不是？好，我问你们一下，来这边，你如果没有看哈，来这整个情况，我换。好，假设我现在这样子，我把这个画一个圆在这里。好，那假设我把这个圆遮住，好，我把这个圆把它藏起来，遮住，盖住。来，你告诉我，来这外面这些电力线，来，请问跟上面这堆电力线来一不一样？一样吗？是不是？我们讲过，我的电力线的话，就代表电场强度。那电力线的这边的疏密程度，来跟这边，如果刚刚这边橘色，假设说半径大小也一模一样，所以来，你有没有发现，来这边的电场，来是不是应该跟这边外面的电场一模一样？哇，这就简单喽。请问一下，这边如果是 Q， 刚才讲的这个如果是 Q， 来距离是 R 的地方，请问一下，来这点电场一等于什么 ？Hello， 来点电荷等于什么 ？R 平方分之
KQ， 现在就是在告诉你说，来，那我们现在上面这边任何一点的电场，也相当于把这些电荷都视为集中到哪边去？球心。因为你可以想想嘛，这一堆电力线，绿色这一堆电力线，你如果把它假设假想延伸的话，是不是也是来到这边？所以它的电场，因为我们看结果，它的电场就是跟把它放在这里面来，结果是不是就一模一样？那不一样的地方是说，来这里面现在这边有没有电场？没有，球内不一样，但球外是不是就一模一样？好，所以来这就是最重要的结论。嗯，来，好，来第五点，嗯，来球外。来，球外电场，好，与哎，这样好了，球外电场与应该怎么讲呢？好，应该怎么讲比较好？来，有视为。球外电场可视为正 Q， 好像集中在球心，好，所产生的电场，所以来它就是 R 平方分之 KQ， 好，这个 R 要大于它的半径，好，假设我们半径用大 R， OK 吗？好，所以我们看一下，来抄好了吗？好，所以第六个，嗯，我们来画一下它 E 跟 R 的关系图。好，我们画一个图来让你更有感觉一下，嗯。来，我移开喽，抄好了吗？快点！球外电场可视为正 Q 集中在球心所产生的电场，因为它的电力线长得跟正 Q 放在球心的电场是一模一样。Hello， 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下哈。那我现在就稍微把这个图画成这样子。嗯，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坐标。嗯，好，来，如果说这是 R， 对不对？好，然后现在再把我们的球也把它放进来，嗯，好，来，对不起，我这个球，嗯 ，sorry， 我再画一个球，嗯，大概是这样，好，所以，嗯，来这样，好，来这边这个是 R， 所以来这边对应上去，这边对应上去，来这个是 R。来，这边是一，嗯，好，来，那么刚刚讲了，来，这电荷就分布在这表面，好，来，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来，请问，来，里面有没有电场？来，在 R 里面，在半径里面，来，有没有电场？是没有。好，没有，所以来这边就是这条线，紫色的，来有看到吗？好，来这边这条，这是内部，好，但一旦离开表面，来离开表面，来刚刚讲过，来离开表面之后，来电场变多少？跟什么？跟什么比例？我没有声音，回答一下会怎样？跟距离怎样？是平方反比。好，所以来平方反比，所以应该好，来对不起自己很难画。来一条，嗯，所以来这个是外部，
好，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哈，这一点。好，来这一点叫做它的表面。哎，注意哦，来它的表面是有电场的。哎，表面电场应该很简单，只要把那个半径，就小写那个 R 距离 R 带什么就可以了。Hello， 带什么？是不是带半径？所以来，它就是 R 平方分之 KQ。哎，这个叫做表面电场。好，我们先在这边先暂停一下。好，接下来请同学来回头看课本。我这边有关球的东西还有一些分布想要跟大家讲，不过那个我想要稍后再讲，我想要再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电场分布。好，很重要的电场分布，来在221来这边。第三个，平行电板间的均匀电场。好，首先我们先来看，如果有一块板子，好，来，有一块板子非常非常的大，好，来下第二段，考虑一个面积非常非常大的带电平板。好，那当然来，它的前提是它已经静电平衡。好，这跟我们刚刚讲的东西就是相关的。静电平衡，来，根据这种讲法，来，这块很大的板子已经静电平衡，来，里面有没有电荷？它是平板嘛，就类似我们刚刚导体球，对不对？所以来，里面没有电荷，所以来，电荷只能分布哪边？表面。好，来，它这个平板的话有两个表面，所以它就分布在两个表面。好，来注意一下，来，电荷，好，只能分布在表面，我说分布在。好，这时候，而且来内部表内部有没有电场 ？Hello， 有没有？没有。不过这边一般来讲，我们不太需要去讨论到它，因为现在讲的是一个平板，那一般来讲就是讲很薄，所以里面的东西我们也不去管它。好，我们最重要是要讨论它的外部。好，在它附近任意点的电场。好，理论上来画是像这样子。哎，如果说这边有一个大平板 ，Hello， 来像这样。好，来假设说这边正哈，来对不起，我们就画，因为懒得画。这块板子多大？来，你要想它有多大，它就多大。那这时候我在这边所产生一点任意点的电场，来对不起，我要产生任意点电场，来各位相当于。这一堆，你可以首先我们先用微积分的概念想法，就是我是把这些电荷视为是很多点电荷，好，每一个点电荷在这边是不是产生一个电场？好，所以这时候来你在这边就会形成来有这样子方向的电场，这方向的电场，来这方向的电场，好，这方向的电场，来这方向的电场，来这方向的电场，对不对？所以你要算每一点电场来算法是可以这样子算。好，但是如果用老师刚刚跟你讲的一个概念，你要记得吗？来，请问电力线一定跟它表面怎样？垂直。那这是一个平板，所以它所发出的电力线呢，基本上是不是就像一堆平行线？是不是？好，一堆平行线哦，一堆平行线就有重要意义了。这样再讲，好，我们先看这边。当你刚刚画出这边的话来，也可以想象，因为这板子我们现在的前提是无限大，对不对？好，来，既然是无限大，所以来，对不起，来这一堆画出来的话，就是一堆是这样子，来跟我们之前画的，来就是这样锥状，所以来，南方向一定会被抵消，来，我来上下是不是一定会被抵消？好，上下被抵消，所以来它产生的电场是不是就向左？那跟我刚刚讲的来，电力线一定跟表面垂直来一不一样？Hello，是不是一样？好，所以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来。啊，外部任意点的电场可视为由电板上无限多个点电荷形成的电场叠加而成。
然后再隔三行四行，第三点，这样好了，只有垂直于带电平板的分量存在，只有，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们在讲的，它的电力线，必于表面垂直。所以我想你可能就会知道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东西，刚刚讲那个带电导体球，为什么要特别跟你讲带电导体球，它的那个电荷分布啊，电力线，其实像在这边都可以用。好，那这时候就会发生很好玩的事情，来，大家看那个 B 图，如果电力线长像是这样，来，中间你可以画出一堆平行线。好，我先问了，请问这一点，我这样画好了，就画刚刚这边。这边，好，来，我把先把这边桌子擦掉。好，这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画出来一堆，对不起，来这样，来一堆，对不对？而且这个板子，来，理论上就是无限大。好，来，现在同学告回答我，来，这两点，来，对不起，这两点，或者是这三点，来，你告诉我，来，这样子同一条直线上面的，来，这几点，来，请问电场谁大？电场大小看什么？线的什么？对啊，这三点电场一样，好，一样，对不对？更重要的还有这个，那请问一下，那这一点跟这一点呢？这两点呢？谁大？很犹豫。我说看电场大小看什么？看密度。谁大？是不是一样？可是你为什么犹豫？你的直觉是左边这个是不是靠得比较近 ？Hello， 是不是？你觉得比较近是不是应该比较强？好，这是一种迷失的想法了。因为我刚刚已经在暗示你了，我们现在考虑这个板子非常非常怎样 ？Hello， 是不是快无限大？好，来，对不起，既然叫做无限，既然无限的意思，来，请问一下这两个有没有那种远近的概念？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没有，知道吗？那你画出来电力线是这样子均匀的，所以来看电场通通都怎样 ？Hello， 来，这是它的重点，对啊，电场通通都怎样？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讨论这个很奇怪的？为什么突然来讨论一块平板的电场？其实它的重要性就是它可以提供什么东西？来，告诉我，来，它可以提供均匀电场。我们在物理上做实验的时候，就像你看重力场，我们知道地表的重力场是均匀的嘛，对不对？那在均匀的重力场，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或者做很多实验。那我们在实验室也是一样，我希望可以产生均匀的电场、均匀的磁场。来，注意，这就是产生均匀电场的方法。不过这个还只有讲一半，好，来，不过我们先把它写完。来，这时候因为第三点，好，第四点写在这边好了，好，来，第四点，电力线密度，处，好，既然处相等，所以会导致，它附近的电场处均匀相等。所以那如果是正电荷，它方向就指出这个板子带正电荷，它的电场方向就指出，如果负电荷，它的电场方向就指入。好，所以我们直接写在这边，好，告诉你一个重要的，好，来，在带电平板，这样写好，这是我们的结论，带电平板外侧的重要性是它可以提供均匀电场，均匀电场一。好，然后
这个电厂的大小我们这边没有要讲，那个公式没有要讲，但是我可以给你一点点的提示，是这样子，来，它跟什么有关？好，如果有个是这样，好，假设现在有个带电平板是这样，好，来，另外有个带电平板，对，就这两个是分开的哈，来，如果是这样，来，这两个带电平板，来，大小一样，其实我们前提都是无限大，好，但是这个带的电量，来，假设1、2、3、4、5，好，假设这个带了1、2、3、4、5、6、7、8，对不对？好，来，对不起，对面还要再画一下，好，我现在懒得画，好，这样子。来，同学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时候这两个塞，这周围也是均匀电场，这周围也是均匀电场，来，谁的电场大？一样很简单嘛，来，谁的电场大？右，是不是右边？是不是电那么多？好，这个电耗的多，来，其实是应该把电量，哈，照道理来讲，应该是把电量除以它的，是不是它的那个面积，就是它的比较密嘛，是不是电荷密度比较密？所以来这边告诉你一个重要的哈，来另外一个结论，然后结论就是说，我们这个电场，哎，基本上正比于有一个符号叫 sigma， 来 sigma 是什么呢 ？sigma 就是它电量除以它的面积，来它叫做面电荷密度。来，越密的越强，面电荷密度。好，好，问题来了，好了吗？这是我们讲一个带电平板的哈。好，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来，这块板子要很怎样？很大，怎么样？板子很大，这个就不实际了，而且是不是还无限大？啊，不就不是不实际了？那我们还讨论要干嘛 ？Hello， 所以请问一下，我们真正在使用的时候应该怎样？你们觉得这个很大应该是怎样？真的要很大吗？不用。不用很大，那要怎么办？嘿、hey, ，Hello， 我说我们不可能真的做一个无限大的板子嘛？那请问一下，来怎么样子解决这无限大问题？注意哦，来这一块板子我来看，请问一下够不够大？告诉我来，请问一下我看它大不大？不大嘛，是不是很小？来，对不起，来，如果有个小蚂蚁在这边，请问他看这块板子大不大？所以来，这是什么意思？相对，知道吗？好，那这相对的话，就有点向上看。我再看一块无限大板子的时候，就是哦，往上看，觉得好那个无穷远嘛；往下看无穷远嘛。也就是来，我看的张角是不是几乎就是来，我这样视角来这边是不是几乎90度？或者我这样看的时候来，是不是就是180度？所以来注意，当我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哎，觉得来它像这样是180度的时候，我就说这东西是无限大。所以来蚂蚁注意哦，即使是蚂蚁站在这边看这块板子怎样？哦，来看看，来蚂蚁如果在这边来，就让它看这块板子有没有无限大，还是没有？来，是不是张角是这样？但是蚂蚁要在哪边？是不是几乎在这边？所以注意，如果板子是这样子的时候，来，我希望把它视为是一个无限大板子的时候，我的讨论空间是不是就算很小一个？也就是你如果要拿它来做实验的时候，你的实验的空间就在这边，这个是才是类似所谓均匀的电场。远一点的话，就会有误差。Hello， 来 ，OK 吗？好，来，远一点就会有误差。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做的这么大，好，来，我想要做的这么大，好，那这块板子再做大一些些就可以了，然后尽量靠近它。这个东西是为什么要特别跟你讲？因为很多人，即使你说啊，我以后学到化学啊，学到生物啊，因为以前有你们的学姐来问我，她做科展，她要研究什么？她研究植物还是什么细胞的生长，我忘记了，在加电场之下的生长行为，好，加电场。问题是她说老师，我怎么加均匀电场？所以她现在告诉你，她怎么加均匀电场？是不是就用一块平板？对，那那块平板的话，就看你研究的空间。你的研究空间如果越大，对不起，那块板子是不是真的要越大？但是如果你研究空间真的只有一点点，来，那块板子不用很大。所以来，我们在这边要注意一下的是，来，
这里来所谓的非常大非常大，其实是相对的，好，来这边是相对的，我也懒得。好，再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嗯，真正实验室提供均匀电场做实验的不是用这样一块板子，你知道吗？来，只有一块板子做实验会有什么问题？我让这块板子，然后带电，对不对？啊，这边也均匀电场，来这边也均匀电场，不是很好吗？来，请问一下有什么问题？对不起哦，当你这样的话，我要做这，本来我只有要，因为我块这块板子没有很大嘛，我的空间是不是只想做这边？可是当你这边一旦带电来，周围是不是都充满了电场？哇，哎，充满了电场，这个影响可多喽。你们要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电荷，对不对？人是不是就受到这个影响？那你如果我实验室里面有一大堆仪器，会不会受到这个电场影响？我为了做你的实验，就我产生了一大堆的电场，你周围都充满了电场，那不是干扰一大堆仪器吗？那怎么办？所以这个好不好？又不好了，最好是这样。我要做的地方有电场，我要不想做的地方没电场，那怎么办？好，所以来应该要这样。来，对不起哈，借我一两分钟把它讲完。来，第二个，拿两块板子，一正一负。将电量相同的两片正负电板平行放置，平行放置。好，我画一个示意图给你，因为我觉得今天看起来是讲不完的。嗯，好，来，假设有一块是这样子，来，有一块是这样子。嗯，好了，好，来，不管它。好，来，假设这边带正，好，这边带负。注意哦，这时候它因为因为电荷排斥的对不起对不起，这两个一正一负，对不对？来，老师画错了，因为它们电荷互相那个吸引的关系，所以来它是分布在内表面，来它是分布在内表面，刚刚画错了，好，来这块板子，刚刚画到外表面去了，来这个是正，哎，真是，来这边正。来这边负，好，但是来请同学注意，你先，因为我们讲过这电荷这边好的，他们不会互相干扰，所以来这个正板，来这个正板它在外面产生的电力线是这样子，来大家看，来是橘色的这样子，我先把这个概念讲完了，可能细节下周再讲了。来，橘色的是正板产生的，来它是这样。好，再来，我再画绿色的负板产生是不是也是均匀电场？而且它现在照道来讲，来这边有多少正 Q， 这边多少负 Q， 所以来它的电力线是密度应该一样。但是负板的话，来电力线的方向要怎么办？是不是要指入负板？所以来一样哦，来之后来它要指入负板，所以它会变这样子，指入。好，来这边的话是指入，然后在里面的话是这样。好，我想我画完，你已经大概看出来了。来，你要再说，来看这边，觉得在外面，来这两个方向怎样 ？Hello， 是不是相反？在这边是不是相反？所以来两个的外侧现在还有没有？哎，是没有了。可是大家来看一下里面，里面的对橘色来讲是向右，来对绿色来讲是不是向右？所以来这电场会是刚刚的几倍？两倍。好，来这就达到我们真正的目的了。我想要做实验就放在这里面，外面是不是又没电场？好，所以来真正要讨论的是像这样子的东西。好，我先把它画完好了哈。来，第一个，在电板外由叠加原理，电场互消抵消为零。电板外抵消为零。来，电板内电场会是单一电板的两倍。好，重点是依然处处均匀相等。好，那么它的方向就是由正板指向负板。
好，所以平，所以它重点就是它可以形成均匀电场。好，这个均匀电场也是跟面电荷密度成比例。赶快留作业。不能多留作业，来六之五。啊，试试看啦，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没办法再说，好不好？范例只有这样子啊，来四到十。啊，自己下课。